嗨，各位大家，我是阿刺。哇，好久没来玩 Minecraft PE 了。那今天呢，终于回归了。那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玩过一张地图，名叫麦达劳奥秘的地图？然后那张地图呢，它推出了后续。此外也受到大家的热烈关注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继续回我们的麦当劳奥秘。OK，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游戏吧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来到这个空间，然后前方这里呢有一个麦当劳罗纳德的画，哎，哇，这个罗纳德他拿这把手枪，哎，哇，搞不好这一次他拿手枪来射我们。那我们先读下告示牌吧 ，Story 故事 ，Due to matter the illegal。这些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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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les 规则就是不要开作弊，然后设定成冒险模式。OK， 这些我们已经设定好了。然后呢 ，important note， make sure that you play and finish， 就是叫你必须要把第一步完成。OK， 我们就完成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步，那我们开始吧。Chapter 4 My Valley。等一下有门铃声，有门铃声。等一下谁呀、啊？谁是按门铃？谁呀、啊？呼！哇，有一个小型的罗纳德，哎，哇，在我面前闪过。Find Mark in this village and talk to him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去找 Mark。哎，这有一个包裹，有一个麦当劳的套餐，但是这个麦当劳套餐呢是绿色的，好奇怪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寻找 Mark。哦，有了。I already know the issue about that poisoning Happy Meal。 他就是说呢，哇，幸好你没有吃到那个绿色的麦当劳套餐。哦，原来麦当劳是邪恶的。哇，我要少吃麦当劳了。 They collect all 8 poisonous Happy Meal。 所以呢，他就是叫我收集八个麦当劳的套餐，就是我手中这个绿色的。所以我们要一间一间找吗？我们先去这一间房子吧。哦，有了。哦，停下，为什么会有一个人？哇，这个人中毒了，他就是吃了这个绿色的麦当劳汉堡套餐。有收集两个了，我们还差六个麦当劳套餐。哦，有了。哦，这又有，哇，这个又中毒了。哦，找到了。我们还差三个。还差两个。诶，这有一些食物，给我们拿一点食物吧。哦，有了。OK， 还差最后一个。有了。OK， 八个了。然后现在去哪里呢？诶，等一下。哦，这也可以进。诶，这有一个房子，我们进去吧。哇，那里有一个弯的一个布告栏诶。哇，这三个，这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捕抓到的，所以就是这三位。然后这里，哦 ，OK， place the egg poison happy meal， 就是把这个有毒的这个汉堡套餐摆放在这里。OK， 好了，哦。等一下，这个人跟我讲话。所以总结来说呢，就是要我们拯救这个小镇。然后呢，他给了我们一个蓝色的卡，应该是开这个门的吧。打开了。OK， 打开了。McDonald's Factory。哇，我们来到了麦当劳的工厂诶。哇塞，好大麦当劳工厂。重点是呢，为什么麦当劳会这么的邪恶？他们就是在那个麦当劳套餐下毒。这里就是麦当劳的工厂，哇，好大啊。然后这里锁住了。等一下，这里是哪里？ Water Tank Area， 所以是水库的地区。 OK， 我们来到这里。 Note， for exporting water tank you must use the item inside the cabinet。OK， 我们拿了一个潜水的头盔，也是吗？哦，我们带上了，哇，我们带上了一个潜水的一个头盔吧？所以我们要潜水吗？哇，这个好大 ，OK， 我们进去这里吧，这个超大的水库。那我们下去吧。哦，哇塞，哦，所以要钻进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以游泳的方式。
Chapter 5 Factory Invasion。 哦，所以我们就是从那个地下水道然后穿去那个工厂里面吗？哇塞，也太酷了吧。哦哟，这个什么，这个什么，哇，等一下还会射枪耶。What the hell？ 哇，还会射枪，还会射枪。等一下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，赶快逃，赶快逃。为什么这些人会追着我啊？问题是我要逃去哪里？哇，好险，我先躲在这里先。OK， 我觉得是有些东西还没拿到吧。咦，这有个箱子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哦，原来这有枪，原来是射那些麦当劳的员工的。哇塞，好多枪啊这里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就回去那个点吧。哇塞，好难啊。你们这些臭员工。OK， 我们来到这里。呜呜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人在做什么？他烧掉那个麦当劳的套餐呢？哇，呜呜呜，哇，哇哇，什么鬼什么鬼？早早不应该靠近他的。这有楼上。需要一个拉杆。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OK， 我们来到了第二楼。等一下，我好像看到一个东西，这个是，诶，有一个麦当劳的机器耶。这个是那个生产麦当劳套餐的机器吗？等一下还会爆炸，还会爆炸！哇，这个机器！OK， 好了，原来呢，他们就是生产这些有毒的这些麦当劳套餐，哇，超多的这里，原来他就是要把那个小镇给毁掉。哇，他们在烧那些原版的这些麦当劳套餐呢？为什么你们要烧掉？为什么你们要烧掉 ？OK， 然后这里，哦哟，哦哟。我来了来了，那个罗纳德，然后这个邪恶的罗纳德还在这里耶，杀死你。 OK， 我们回到来这里，听说呢要寻找那个拉杆。 OK， 诶，有了有了。 OK， 没错，就是这里。 OK， 呜，打开了打开了。 Let's go Bob， We have to face more Roland Walker。 所以呢我解放一个人了，那个人叫 Bob 是吗？哦，有了有了，哦，我们拿到了一个拉杆，所以呢是上面的。我的 Bob 呢？来了来了，哇，超多人的，超多人的。OK， 我们清完了，现在要干嘛呢？
OK， 我们上到来这里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打烂了。Find a way out in this factory. OK， 所以我们要逃离这个工厂。哦，那里打开了，那里打开了。哦 ，Yes， 我们成功了。哇，好累啊。We will meet again soon. 哇，哇塞，终于啊，我们成功突破了。哇，说真的，真是超级的累。OK， 那我们这集影片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个赞，还分享出去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，不要在下方点下订阅；订阅的朋友们，不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每次给你提醒你。然后在 FIFA 之上，一些个人连接全在，也不要说动，但是可以关注哦。OK，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